欢迎陈美凤、张信哲。一定要让美凤姐先出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张信哲。大家好，我是想讲，我大概是今天晚上全台湾最性感的欧巴桑陈美凤，跟大家问好，谢谢大家。啊，就南部天气较烧热，讲安尼较凉啦。不过今天很高兴参加这么大的盛会，而且跟阿哲一块来颁这个奖项哦。那么阿哲呢，这个刮青料后技巧又好，最重要一下研究后，而且还得过金曲奖。谢谢谢谢、嗯。虽然得过金曲奖了，但是我还是有小小的遗憾哦。就是呢，我也是台湾人。是啊。所以我很想唱台语歌、哦，可是呢，我觉得我每次都唱不出台语歌的那个味道哦。我想美凤姐也唱过台语歌，出过唱片，戏、又演得好、所以在这边要跟大家跟美凤姐请教一下。哦，怎么唱好台语歌？哦，没请教呢，不敢当了。问我味道也是，莫问我技巧。老公呢，就闽南语歌听了。我记得红米帮我写了一首歌，我很喜欢，我就唱中间的一小段哦。咱若是听到一个无心的人，我足用心地唱的啦。谢谢啊，多谢。所以用心就可以唱我好、对，用心。那我们来用心学一下、好。咱若是听到一个无心的人，好哦，下回台语歌王就是你啊。谢谢谢谢，不拿高唱吼，不拿用心，搁用迄技巧，谢谢，技巧我就较无法度啦。不过其实我们今天还是颁奖比较重要哈、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流行音乐最佳方言女演唱人入围的有江蕙，江蕙同名专辑，秀兰玛雅，台湾情调系列之三，新故事，黄以玲，黄飞，红桃十二，纪晓君，野果，春风。好，每一个拢够唱，技巧好，还够用心的唱，足够啊，足够。好，我们来看。哦，每个都有支持者。来，我们来看这个得奖的是哪一位？其实啊，我今天看到一位艺人呢，我们就希望说待会能够在台上见面。果然，我讲这句话，他应该知道就是他了。最佳得奖的是江蕙。我真的没有准备，因为在金曲奖的历年以来好像没有人得过三届。那谢谢评审，谢谢你们为江蕙写下这个记录，真的非常感谢你们。那也感谢所有参与这张专辑的人，我们感谢我的宣传雪芬、仔仔、许清耀、曹老师和应达，还有出钱的陈维翔，还有谢谢所有支持我的朋友，谢谢大家。